to our first dev Q&A with the dev team. Our welcome design. To our first Q&A with the dev team. Why did it crash, Kevin? Don't die. Design Council. The Design Council. Stop, Steve. Hello， 各位安安，这里是安杰，欢迎来到第100期的开发者实况资讯统整。在这里也先向各位致歉，最近事情比较繁忙，能用来做影片的时间变少了，也请各位多多包涵。新战甲 Kura 即将推出，它能够召唤出客制的库娃，能跟自己宠物库娃同时进行任务，还有类似咖喱男显赫刀剑的显赫长鞭。除此之外，它还能够随意切换攻击属性为切割、冲击、穿刺。切换属性时，外观也会跟着改变。Yeah. Well, she's a cat lady. Cat lady. Cat lady. She's a cat. She's gonna throw the cats. So, we do have question. 这是正在开发中新叶灵的样子。他脚旁边的是圆比例咖喱男。这家伙会挥舞他刀状的手来攻击，甚至可能拥有飞行逃跑的能力。左边是他的完整原貌，右边则是他使用欧足塔上的肉来取代自己被打爆的头的样子。开发者们也再一次提到了他们的背景故事。叶灵是来自远古战争被破坏的生物兵器，他们现在因未知的原因重新复苏在平原上，寻找自己破损的零件，并尝试使用任何他们能找到的物件来修复自己。每日登录奖励系统即将进行改动，并引入全新的奖励路线。登录50天后，你就能够开始选择自己想要的下一个里程碑奖励，比如能够选择如天顶执行、撕裂 Prime 等比较后面的奖励。在登录50天后，你就会解锁之前所选择的奖品，然后继续选择下一个里程碑奖励。战术警报瘟疫之星即将来临，相信大家都注意到有一颗陨石降落在平原上了吧。近期将会有一个和这个陨石相关的战术警报出现，包含了各种全新与旧有奖励。在实况上也公布了能从战术警报中获得的 Jaws 武器部件，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奖励也会包含狙击特昂。赏金奖励即将进行改动，目前的赏金任务奖励是在完成所有阶段后获得一样物品，以后将会改成每一阶段都给你一般或稀有的小奖励。专精 2.0 也即将进行改动，专精容量池将会改为全专精通用，每日专精上限将会被移除，改用渐减的方式取代，渐减的幅度将会依照你的段位而降低，有完不同类型的任务也会增加专精的获得量。新居住敌人食尸鬼，他们会从埋在地下的尸袋中出现，攻击方式是使用绑在双手上的炸弹来炸你。全新类型的近战武器野太刀即将登场，所以说 Warframe 果然要变成魔物猎人了吗？细节强化正在开发中，一些游戏过旧的模组正在进行细致度翻新，敬请期待咯。
因地形开发中，除了即将到来的活动会有全新地形以外，还有一个小行星的地形正在开发，敬请期待。日族道场即将进行翻新，除了会加入更多派系主题的房间以外， Steve 也提到以后的障碍路跑会允许玩家自行制作，也提到我们轨道船上的第三道门会与这次的四族改动有关。黑暗咖喱男的剧情任务牺牲正在赶工中，但估计今年是不会出了。指挥关于宠物互动的动画正在赶工中。平原的离开组队功能与续接任务的功能正在赶工中。防止秒杀的护盾系统正在赶工。 S 族的手炮将会与 S 族基地一起释出，据说年底就有机会可以看到了。官方也提到他们有计划要举办中继站修复活动，到时候玩家可以投票选择中继站的主题。最后是掉到的鞋子现在还是没用，除非你想穿啦。好了，这就是第100期的开发者实况内容了。如果觉得整理还算 OK， 不妨帮我按个赞或分享出去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来获得最新消息。这里是安杰，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